于是王后以其扣人心弦的剧情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，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目光。剧中王后于是在步步为营的政治斗争中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，以及与各方势力斗智斗勇的精彩过程，都让观众们深深着迷。剧中对于高句丽宫廷生活的细致刻画，也让观众们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。就在于是王后收获众多好评的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，部分观众认为剧中对于历史事件的改编过大。 与真实历史存在较大出入，尤其是剧中一些人物的设定和情节的发展与史书记载存在明显差异，这引发了观众对于剧集历史真实性的质疑。历史剧的创作究竟应该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，一直是业界探讨的焦点。于是王后所引发的争议，再次将这一话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支持者认为，艺术创作应当允许一定的虚构成分。 以增强作品的戏剧性和观赏性。毕竟电视剧并非历史纪录片，其首要目标是吸引观众。反对者则认为，历史剧的创作不应以牺牲历史真实性为代价，过度虚构和改变历史事件是对历史的不尊重，也容易误导观众对于历史的认知。他们主张，历史剧的创作应该以史实为依据，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，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。除了剧情方面的争议， 于是王后》的服化道也引发了部分观众的讨论。剧中一些服饰和道具的设计被指与中国古代文化元素过于相似，缺乏自身文化特色，这引发了观众对于剧集文化融合与文化挪用的思考。文化借鉴与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常见现象，如何把握好借鉴与原创之间的尺度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《于是王后》在服化道设计上所引发的争议，也提醒着创作者们。 在进行文化借鉴时，要注重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原创性，避免过度依赖和照搬其他文化元素。于是，王后以其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良的制作，成功的将观众带回了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时期。剧中所引发的关于历史真实性、文化借鉴等方面的争议，也值得我们深思。历史剧的创作需要在尊重历史和艺术创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既要保证历史的严肃性。 也要兼顾作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创作出既能娱乐大众，又能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优秀作品。于是，《王后》这部剧集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在面对历史题材作品时，内心深处对于真实与虚构、娱乐与思考的复杂情感。我们渴望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感受历史的厚重，以及在艺术创作的演绎下，让历史人物和事件变得更加鲜活生动。剧中。 王后于是面对着来自各方势力的挑战，她必须在权力的漩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和国家的抉择。她的坚韧、智慧和勇气感染了许多观众，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在历史中地位和作用的思考。在男权社会中，女性往往被视为弱势群体，她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于是，王后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历史中女性角色的视角。 王后于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依附于男性的柔弱形象，而是一位拥有独立思想和政治抱负的女性领导者。剧中，王后于是面临着来自王室内部的权力争斗，也需要应对外部势力的虎视眈眈。她以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，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，最终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王位，也维护了国家的安定。于是，王后的热播引发了观众对于历史剧创作的思考。一部成功的历史剧。 应该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创作，以达到既能娱乐大众又能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目的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历史剧的创作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，避免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随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事件。历史剧的创作也需要与时俱进，运用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和视听语言。 将历史故事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观众，增强作品的观赏性和艺术感染力。于是，王后的成功离不开其精囊的制作和演员们的出色演绎。剧中精美的服饰道具、恢宏的场景布置，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技，都为观众呈现出了一场视觉盛宴。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，于是王后也不例外。剧中一些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塑造，依然存在着可以商榷的空间。 部分观众认为，剧中对于感情戏的处理过于冗长，影响了剧情的节奏和整体的观赏性。剧中一些角色的性格变化也略显突兀，缺乏足够的铺垫和解释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和可信度。于是，王后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，在娱乐性和历史性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点。它以其引人入胜的剧情、精良的制作和演员们的出色演绎，成功的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思考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于是王后所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会逐渐平息，但它所带来的启示和思考将会继续影响着未来的历史剧创作。